用到的天王星石金地板，所以它的防水性非常非常的好。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讲，我们的天王星石金地板它可以怎么样铺在浴室啦，铺在室外啦，铺在阳台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防水性有没有超级好？好。那这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防水是因为它的这个基础核心呢是碳酸钙，所以保证呢水是没有机会渗透到里面去的。那我自己家里的那个阳台就是铺石金地板。好，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呢，在我们今天的展区的最后面有打造了一个很时尚的淋浴间。好，淋浴间，我们在每一个舞台活动的前15分钟呢，都会有我们的名模小佩在里面呢来进行我们的淋浴秀，所以待会呢也欢迎各位可以一起来参观。好，我们在这里呢先来送一下礼物给大家好了。请问现场朋友们家里有缺好可爱哦保温杯的举手，我看一下，保温杯有缺的朋友们来，好，来 Lady 来帮我送好不好？来，请问一下现场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天王星石金地板防水性有没有超级好？有。可不可以铺浴室？可以。可不可以铺阳台？可以。这么棒的地板来自一个品牌叫做是赞。好，我们先送一个，好，我们先送给这个姐姐，对不对？好，再来声音。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展区有实验台，里面有铁锤，有铁球，等一下大家就可以丢丢看，它们丢下去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纳米缓冲层呢，它可以吸收震动的声音，它可以是一个全新的科技，帮大家呢达到一个降噪的一个效果。大家知道现在最新的以那个建筑法规，明年的1月1号开始。新的建案它所使用到的楼面的地板的材质都要有降噪的功能，那要降噪到17分贝。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天王星石金地板，我们可以降噪到21分贝哦。所以呢使用到我们天王星地板之后，你可以怎么样提高你自己居家的生活品质好不好？来保温杯还有人需要的举手看看，抽那个我们的喷水拖把有喜欢的朋友举手看一下。再问一下大家有拿到抽奖券了吗？我们抽奖券发完了吗？还剩下最后几张啊？发完了是不是？好好好，那没有关系哦。好好，还有一点点，还剩下最后几张，还没有拿到抽奖券的朋友们帮我们找后面哦，穿着我们的红色衣服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拿下抽奖券。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天王星石金地板它在安装上面非常的方便，它可以大面积的安装，那一次呢是安装了400平方米，大约是120平，而且不需要门口区隔条，即使是门廊处也不需要，所以呢它可以打破呢超耐磨地板呢它需要门口区隔条的一个缺点。所以我在这边问一下大家，天王星石金地板在安装上面可不可以大面积安装？有没有防水？有。有没有纳米缓冲层？有。可不可以吸收震动声音？有。这么棒的地板是？好，来小文送一个。好，再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地板它是不含甲醛，不含塑化剂，而且有通过8大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含任何的有害物质。我们是通过美国 Green Glasgow 的这个认证哦，它这个独立的组织呢，它是非常审核，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今天呢，通过这样的审核之后呢，将我们的地板铺在家里，有没有更加的安全？有。我们为大家的健康呢是层层的把关。如果说你没有使用，你使用到的地板它是没有通过检验的话，有可能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怎么样，不断的散发在空气当中，你是24小时跟这些有害物质相处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帮大家的安全做了层层把关，而且我们是通过了绿色卫士荆棘的认证，它是更加的审核，更加严格，针对像儿童啊、老人啊的一些地区都是可以使用到我们的地板。所以我们地板不只是使用到商业空间，不只是住家，医院能不能用？学校能不能用？都是可以用的哦。好，最后现在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讲了，现在的这个细菌啊、病毒啊滋生很严重，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做了一个认证，通过了一个 SE 的标章，它有灭菌的处理检测，我们通过了 ISO 美国还有日本3个单位在上面，我们做了一个银离子的一个处理，等于说呢细菌在上面是没有办法繁殖的，它99%可以达到灭菌的效果。那我们通过了有哪些菌种？包括是
葡萄球菌啦、大肠杆菌啦、霉菌啊，这些细菌在上面是没有办法繁殖的，我们是有通过检验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使用到了天王星石金地板，在家里如果说是有小朋友的家里啦，或者是有养宠物的朋友，使用上面有没有更加的安全？好，介绍到这里，保温杯有人还没拿到的举手看看。等等，短金来送一个，保温杯还没拿到的举手看看。好，来来，小安，小安送一下。哇，欸，还有不同颜色的。好，来，想要拿到保温杯的朋友们，准备好你的热情好吗？好，感觉没有什么热情。我们今天介绍的 SPC 天王星石金地板，重点几个，大家有记住吗？有。第一个，有没有防水？有。有没有纳米缓冲层？有。有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 Green Gargle 的认证？有。哦，那再来，我要问一下大家，我们上面有没有面菌的处理？有。所以我们细菌在上面是没有办法繁殖的，对不对？对。所以如果以后你们要装潢的话，你们要铺地板的话，第一首选的品牌叫做是？叫做拜拜，短金有选到谁吗？好，好，介绍到这边，哎，你还没送，太小声了是不是？好，好，那我再来问一个比较难一点点的问题，好不好？如果说你的亲戚朋友要装潢，你要推荐他哪个地板呢？拜拜，有吗？有吗？哪一个？哪一个？这一个吗？好好好，来送他，送他。好，谢谢。还有谁没有拿到礼物的举手，看看。